知名手机游戏《七骑士》又有一款系列最新作品《七骑士革命》在韩国推出喽。本作的角色采用偏向动画画风的设计，我们可以创建专属角色来展开这场全新的冒险。游戏进行的方式跟时下 MMORPG 一样，不过战斗更接近 ARPG 的手感。连续点击普攻和部分技能，可以使出流畅的战斗。角色还能够装备复数类型的武器，根据情况随时切换。透过装备上英雄卡片，就能够借由英雄变身系统，变身成包含七骑士在内的许多英雄，利用他们强大的能力和华丽的招式来击退敌人。属性之间还会产生各种连锁反应，例如火和土属性会让敌人石化，同一种属性也能够彼此叠加，使出更强大的攻击。七骑士革命不止画面精致，战斗爽快，重点是人设也超香，希望能快点在台湾推出咯。